新闻介绍，要来看的是102年嘉义市市长杯全国健美锦标赛，29号是伫咧文化中心的演讲厅登场。全台湾健美选手聚集做会，来展现因相当完美的体格线条，和现场的民众是真有眼福哦。竞赛一组杯分作是青少年、壮年、社会组和女子组。李日前伫咧亚洲杯赢得台湾第一面金牌的女子选手李一鸣嘛，前来参赛，成为全场关注的焦点。102年嘉义市市长杯全国健美锦标赛29号登场，吸引来自全台湾的健美选手报名参加。健美比赛的评分标准是以肌肉的大小、形状、匀称度、结实度、表演和总体的表现来拍分数。但是健美运动在台湾依然还未普及，嘉义市体育会健美委员会总干事宋贤宗特别强调，其实健美嘛是健身房运动的一种，全身躯的肌肉拢会当练到，期盼透过比赛的举办，有更加侪的民众会当到阵来加入。我们办这个活动是希望说，把健美这个很好的运动把它推广出去，好，从健美里面，我们像我的棒球选手、体操选手。大概都要做从事健美这个方面的运动，健美里面就是有重量训练的方面，我们健美比赛就是表现我们选手的第一美。在日前才拿到亚洲杯健美锦标赛冠军的女子组参赛选手李一鸣，向来有台湾健身女神的称号，这一届特别报名参加，也成为全场注目的焦点。大家对女子健美的这个刻板印象，总是觉得会比较粗俗，或者是说很男性化，但其实她也是可以很优美，很结合了力跟美的这个部分，所以。我在国内希望把它奠定这样子的形象，然后也把它带到国外去，让大家知道其实台湾的女子健美也可以做到。参赛选手把握上场的时间，自信来展现完美的身材，向外界证明不一定爱健身，才代表着美丽和健康。嘉义市健美委员会近期台透过比赛举办，打破外界对着健美的刻板印象，更希望有更加侪民众做伙加入健美运动的行列，锻炼出健康的好身材。最新新闻，中央新闻网，小三嘉义市采访报道。